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玩具一拳，这是凯蒂猫的冰淇淋店玩具，先把牌子装上去，还有可爱的凯蒂猫夹子，咬冰淇淋的小勺子，把甜筒装上去，有杯子的，还有脆皮桶的，你们喜欢哪一种呢？哇，还有这么多可爱的冰淇淋，粉色的小兔子叫什么名字呢？还有餐牌，每一个甜筒380元呢。小猪佩奇来了，他说他想要一个冰淇淋。好的，我给餐牌您看看，要哪一种口味的呢？佩奇看了看，他要香蕉口味的凯蒂猫，还有蓝莓草莓混合的美乐蒂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就来制作吧。佩奇选了脆皮桶的，我们用夹子帮它夹起来。第一层是香蕉味的凯蒂猫，第二层是蓝莓草莓混合的美乐蒂。好了，佩奇的冰淇淋做好了，好可爱呀，让我来尝尝味道吧。太好吃了，我要给乔治弟弟也带一个回去。小猪佩奇告诉凯蒂猫，他还想要一个三层的冰淇淋给乔治弟弟。好的，那您在这儿等一会儿，我现在就去帮您准备。凯蒂猫还给他送了一个粉色的奇趣蛋。这里面会有什么惊喜玩具呢？我们一起来帮它拆开看看。哇，有这么多！有圆圆胖胖的布丁狗，还戴着一顶小帽子。哇，下面还有一个心形的印章呢。还有可爱的小兔子美乐蒂，可以把它挂起来。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当钥匙扣了。还有凯蒂猫，我们可以给它换很多衣服呢，这儿还有3套，都换上看看吧。你们觉得他穿哪一套更好看呢？还有大耳狗的，这是什么玩具呢？我们可以把它扣在餐牌上，非常可爱的装饰呢。这么多可爱的小玩具，小猪佩奇都好喜欢呀。我们来帮乔治做一份冰淇淋吧。第一层放大耳狗的，是薄荷味的。第二层放粉色小兔子的，是草莓味的。第三层放布丁狗的，是布丁味的。可爱的三层冰淇淋做好了，粘得牢牢的，不会掉下来呢。好了，小猪佩奇来买单了。他拿出了一张凯蒂猫的购物卡，在这儿滴一下。凯蒂猫说谢谢呢。好了，小猪佩奇要赶紧回家了，把好吃好玩的带给乔治弟弟。